说小米粒啊，你就翘个二郎腿在那等着吃仙草的是吧？栽愣的像坐月子似的。哎呀妈，你说啥呢？啥坐月子？人家还没结婚呢。你就不许过来帮个忙啊！哎呦我哪瞅着这身懒肉啊你！我说二米粒啊，你这是和馅子呢还是和馅子呢？啊，打小你就爱和馅子，你多大了还和呀？过家家呢，像坐月子似的。我得练习练习坐月子。我拿你给我上一个。是，他妈，我坐过月子。啊，我知道，我是说他俩呀，你说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三十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防